Hello，大家好，我是丽丽妈。刚刚做完运动，然后洗个澡。这个大家看是什么？以为是吃的？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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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卖了一条裤子出去，二手的，就我穿的已经不想穿了，有点短了，把它包起来。然后等会儿再送去站点，刚好出去买菜，经过那个站点。好了，绑好了，放到车里面。我去，是不是很漂亮？这里的花。Bonjour, la winter. Oui. Go on. 看这些马。以前我带女儿去骑马的时候，都会给那些马，每次去就会分配啊，你今天骑哪个哪个马，叫什么名字，然后就有他们专属的马鞍，专属的一套东西，然后去取，挺有意思的。在中国，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很少啊，没有机会骑啊，都是城市，所以我特别喜欢。哇，好臭 ！Oh my god！ 啊，臭的有点受不了啊。你看看，这边应该都是给小一点的马，哇，这个马在睡觉，嘟嘟，哇，太臭了，哦，太臭，太臭了。我去找老师去的。以前女儿特别喜欢马的时候，就总在和我说：“妈妈买一匹马。”其实，在法国买一匹马不贵，大概1000多欧吧，差不多一个包的钱是吧？买一个 LV 包啊，差不多就这个钱。但是，马来叫，但是谁给他洗澡呢？啊，谁给他他每天吃的那些草啊，还有他拉出来的东西谁清理呢？我就跟女儿讲，我说你清还是妈妈清？我女儿就说，嗯，妈妈你清。我说好，清我清。那洗澡谁给她洗呢？所以有从小就给她现实的教育啊，她现在就明白了。她看见马，嗯，喜欢是喜欢，骑可以骑，养的话算了，不要养马。哇，好了。要到了他们的课程表，哇，这个地方很马的教室，这个地方很火哎，课程都是满的，连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满的，因为法国小朋友每个星期三都休息，星期三已经排满了。像我女儿的这种，只能星期二，每个星期二上完课以后再过来，那也行。
Okay. Hello. Yes, you can say something for my friends. Okay. So this is a mix of vegetables. Okay. This is a ratatouille. Yes. Ratatouille in French, specialties. And this is a marmalade of peach. Okay. For the breakfast. Okay. Ah,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welcome. It's a French salad. Vegetables, yeah. Okay, tomatoes. Courgette. Oignon. Oh, okay, I understand. Yes, oignon. Et aubergine. Okay. And this is yours. Yes, it's cute. Okay, thanks. I don't know, it's well. Later, I have one dinner, the toy of the boy.Dinosaur? Yes, it's autumn dinosaur. I think it's from my boy or from my boy? It's a path of Julian. Ah, okay. But the sea can work right now. Maybe Leo will be like, your son will be like. Yeah. Later, like it. Yeah. Tomorrow. Okay? Okay. Thank you. Okay, you're welcome. Okay, see you. Bye-bye.啊，有很多朋友说，上学啊，要跟小敏的爸爸商量，这个当然会商量的。但是如果我不去考察，不去看看那些学校的话，你们觉得他会心思去想，小敏上哪个学校好？这种上私立还是公立学校这种事情，他会想到吗？嗯，我表示怀疑。但是学骑马的那个学校啊，他应该会同意的。因为小米一直都在学马术，已经学了有一年多了。他这个马术，我给他上的课是将来他直接会给他一个执照，就是告诉他，他拿那个执照就是可以去骑马的那种。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主要是源于一个我小时候的没有的梦吧。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我的朋友们，拜拜，下次见。我要学法语啦，继续上课。